大家好，我是龙道。今天我们带来一个航拍的稀缺的一个大地风景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左右它一层一层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了，就是它左右的开张。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是开张，但是电影当中一句话大家肯定听过，叫做寻龙分金看长山，一重长势一重关。这个长山的话就是指左右的个开张，开张层数越多，那么这个地形它的风景格局的话就会越大。当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找到这里的时候，就发现已经被使用了，被其他的一些建筑。所以说找到一个好的景色，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。我们看前面这个水，其实它是一条江水在前面环绕的，所以相当于是山形的话它比较有意思啊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来的这山脉的话是弯弯曲曲的，这就是友情的一个状态。水的话也是一样，所以说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，如果有找地方面的需求的话，最好是越找越好，你越到后面的话它被占掉的几率就会越高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呢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